好，刚刚大家杏鲍菇中东雀已经这样按摩过了哈，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，先从看你是要先从左手这边沿着杏鲍菇路线到中指，好，再来是右手这边也是沿着杏鲍菇路线到中指，在这中指中间隔空的地方呢，形成一个红色能量的那个能量球，代表你内在的最强大的。对生命最强大的那个火力哈、power 哈的力量，将这个能量球笼罩你全身。这个能量球可以是像红色的光啊哈，杏鲍菇对应到杏鲍菇了。好，那我们大概静坐二十分钟左右了，20到30分。
好，可以按摩身体休息一下。待会问题解答，会员的问题解答。